走到哪里去吃哦，其实生鱼片都是饱饱的。我们北部这边哦，可能南部的朋友或是靠近渔港的朋友哦，他这个真的是，实话实说，东西是好吃，没有什么，就是这样，就真的有哎、欸，我吞下去了哎、欸，好啦，两天后我再拿出来给各位看，我吃下去了、欸，天哪、啊，超派我也要吃一顿，你们这两个人为什么要打起来呢？害我吞了一条橡皮筋。我小雨说萝卜丝沾到酱啊，它里面没有橡皮筋啊，因为它那个盒子是按那个冰柜耶，所以没有橡皮筋啊。那个是萝卜丝啊，那个不是橡皮筋啊。大家要讲多久？我今天就没有吃到橡皮筋没？有吃到橡皮筋，我会把它吐出来，好不好？我没有老人痴呆，好不好？你是这样，超派拿多少钱？一千万给我是不是？最近发生这个超派铁拳的事件哦，我们今天赶快哦，所以我们赶快去买。我先讲，我强调，这个东西没有跟超派讲哦，我们是自己派人去买的。走到哪里去吃哦？其实生鱼片都是饱饱的啦。哦，我们北部这边哦，可能南部的朋友或是靠近渔港的朋友哦，他这个真的是，实话实说，东西是好吃，但是。我不知道卖多少钱啊，我目前吃起来没有什么大问题啊。你说好像多好吃，我只能说它日本料理差不多就这样，就日本料理就这样，因为生的吧。真的有哎、欸，我吞下去了哎、欸。好啦，两天后我再拿出来给各位看，我吃下去了、欸。天哪、啊，超派我也要吃一顿，你们这两个人为什么要打起来呢？为什么要打起来呢？害我吞了一条橡皮筋。我小雨说萝卜丝沾到酱啊，它里面没有橡皮筋啊，所以我们刚刚看错，它的是萝卜丝沾到酱，它的盒子没有橡皮筋啊，它的盒子是用盖的镶进去的。小雨跟我讲，它没有橡皮筋啊，因为它那个盒子是按那个冰柜耶，所以没有橡皮筋啊。哎呀，是那个啦，他说是那个啦，萝卜丝沾到酱油啊，这怎么像萝卜丝？小雨。萝卜丝吗？哦，对了，他的萝卜丝啊，没有难吃啊，煮饭也没事啊，生鱼片是萝卜丝啊，应该是萝卜丝，我应该没有弄像橡皮筋，沾下去，沾酱之后，哦，有啦，沾酱之后就比较香。对了，应该是啦，我爱吃橡皮筋，我怎么会把它吞下去？然后我吃橡皮筋吃的那么爽，那个是萝卜丝啊，那个不是橡皮筋啊，大家要讲多久？我今天就没有吃到橡皮筋没？有吃到橡皮筋，我会把它吐出来，好不好？我没有老人痴呆，好不好？橡皮筋我还吞得下去啊！你是怎样？超派拿多少钱？一千万给我是不是？你